欢迎我们三号贝贝，欢迎贝贝。他们这样偏女生，偏女生哎，对，好可爱，像是很干练的那种。比如说他今天就是刚开市，然后就要摆一些摊嘛。对啊 ，hip hop 那种女生还怎么样那种女生？对啊，哇，贝贝，还是你要的也是赞美。没有啦，这也不用。哇，那是女生的声音啊！你声音一直都这么细吗？对，我声音都这么细。你压低声音，还可以压最低，可以到怎么样？对，你好。好像没有，就像女生在压声音。对，喜欢什么样类型的呢？什么样类型？这种之前眼光比较高一点，小美，像小帅哥，帅，很帅的。那像比较还好，小美这种可以，小美这种。还是虎牙这种，这两个都蛮适合的。小美，买一送一啦。小美，小美，那还是杨俊文呢？杨俊文，杨俊文，马上，还好，为什么？不同是型的问题。太帅了，是吗？对，太耀眼了，太耀眼。太耀眼。哦，怕遮住他自己的光芒啦，哈。好，哎，小拉，我要问贝贝啊，就是你平常啊，会不会觉得很麻烦，就直接男装出现就好了？就女装很多层啊，是干嘛的？可是我大部分在家里穿男装会比较多一点。在家里？对，在睡觉的时候都是邋遢这样。那出门呢，一定会穿女装。对对对。那所以今天这套是什么？这一套是跟我朋友借的。借的，所以家人也是支持你的女装打扮。没有，他骂的要死。谁？我妈妈比较多，妈妈反对比较多。反对，嗯，那怎么办？你有没有跟他沟通？就当耳边风啊。哦，然后就跑去自己的房间，嗯，要做自己的事情。我觉得这家长哦，看到我们这一集哦，要支持你。你知道那个 Jason Wu 啊 ？Jason Wu 对，对不对？小时候也是，小时候是他妈妈支持他玩芭比娃娃，现在变一个世界知名，还帮美国第一夫人设计礼服的服装师，对不对？哈，你要让他开心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你的这个，哇，你的给西好可爱哦，哇塞，你化妆的时候要穿闪亮的。可爱是吗？没有，那是我要如果要表演的话会穿。好美。表演，你表演做什么样的表演？就街活动跳舞的活动。跳 dancer， 对，当 dancer。你看我刚刚是不是说要这样整理的干干净净？刷剧真的要这样放，对不对？很专业，而且你是常常擦，是不是这个套子？你怎么都没有卡粉在上面呢？对啊，很，我都直接拿起来用，然后都放着，然后这个丢一边。哦，然后如果要用的话，都先整理起来，然后再收好。要用的话，我再用。他手好细，好长哦。嗯，他的手指头，你看，哇，对不对？纤细修长哈，然后你看，哇，他整理的好好的，好干净哦。嗯。哎，他真的很专业，他还多了一个这个，头发有时候我们要化妆的时候，其实要夹起来，对不对？哈，才不会刘海这下面这边没弄好。然后也是有隐形眼镜，隐形眼镜一定要有。哦，你的东西不会像前面那个那么多，但是都有，对不对？比较有系统。是。那你如果要化妆化完整出门，完整的话四十几分钟差不多。哦，因为就是我们的棚是有时间限制。淡的吗？好，淡的，变点色，我尽量，好吧，好，谢谢你啊，谢谢。好，我们看到呢，其实很多男孩子可能他说他有意识的时候，他就觉得他是女孩子了。那我们这边因为工作的关系，也尝试过女装的，有没有？男生有啊，我啊，对对对，我超多，怎么会这样？一个我第一次有一个问题一 Q 到我，不得不站出来。那你觉得最不能习惯是哪里？最不能习惯的应该是高跟鞋吧？啊，高跟鞋穿，然后你从一开始都会晃来晃去，然后脚会拐到，然后到后来就是你习惯了之后，你会突然就喜欢上那种感觉。真的假的？已经到这地步了？会，不会的时候啊，表演的时候一定要有，因为它带来给你一种自信，就是你要往那个方向走的时候，它会有一种感觉。自我催眠。我是觉得穿那个什么，因为我们要穿假胸部，然后还要带那个什么假气球在里面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女生穿内衣还蛮辛苦的，好。对呀，好热哦，很紧，对不对？虎牙也办过，就是像我们之前不是有就是男换女，女换男嘛，对。然后就是我穿那个他那种
吊嘎不是像我们男生都松松，它是这种很像你绑在你身体的那种，就很紧。然后男生就是很轻松那种，然后女生就是一定要把你绑得很死，然后很松。明明就很开心啊！对啊，男生真的好开心哦，从小到大这样晃来晃去，松松的都没关系。对，然后女生什么都要紧紧的，包括你都不要讲到内衣，就是光是讲裤袜是不是？方志友。哦、oh, ，对啊，我本来我平常出门都超不喜欢穿裤袜或者是什么，都喜欢牛仔裤或运动裤，就是我私底下很男生，因为我觉得女生很不方便。高跟鞋呢？平常完全不会穿，就是工作才会穿。Look 你也扮过？对，我有时候会偷我女朋友的假发来玩。辛苦，就是你假发容易风一吹，你就会吃到头发。我觉得扮女生真的超辛苦，就是你会吃到头发。我觉得假发真的蛮，而且之后吃东西会沾到什么汤啊什么。对，戴久了还会冒汗。对，就是很辛苦了。对，我们马上要看看第一号已经变好。彭妹，我们欢迎他。来，欢迎彭妹。彭妹。哇塞，这个超梦幻的美女是刚刚那个彭妹吗？真的是太让人难以置信了。换上女装之后，整个人都散发出迷人的魅力，真的让男人都要心动了。哇，怎么样，马太？什么？他可以？哇，他我可以？你激动了，霍尔不敢看，霍尔也不敢看。错乱是？霍尔怎样？他脸真的觉得他有那个怎么样？张韶涵的感觉。真的？对呀。有人说张韶涵，张韶涵，瓢虫说什么？瓢虫，我觉得跟上礼拜跟纳豆哥联谊的那四个女生等级差不多哎。哦，都很正，都是正妹，都是正妹，都正啊。谁？联谊哥你怎么？你一直在看他哪里？他的腿啊，忍不住，我就是他腿，他的脚很漂亮哦，就是女生的腿啊，很直，很漂亮，好正。哇塞，你讲话也变温柔了耶！现在有男朋友吗？你有对，现在有男朋友吗？我现在没有哎。哦，马太霍尔、鲶鱼哥，这三个你喜欢哪一型？你喜欢哪一型的？都可以。小心一点，对不对？鱼哥，要把他的那个粉刺都磨出来哦。上次有一首情歌，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磨鼻子。来吧，来磨吧，磨吧。霍尔刚刚很夸张，他整个垫脚都是这样，好夸张！怎么样？彭妹，你摸这两个的感觉还蛮香的。OK， 超 OK 的。好，那是不是？其实他真的很，他比女生还有娇羞的那个女生的样子，有点害羞，不太敢看他。听我们访问的很多女大生都来得娇羞，对。对不对？好啦，那你决定是霍尔还是鲶鱼哥？对，你真的要选的吗？很难选耶，很难选，真的要选。对啊，可乐，不要担心，选我会让你幸福一辈子的。啊，霍尔真的喜欢了，鲶鱼哥。